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在这个所在，我要跟咱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常常在我的内面”。耶稣就常常在你的内面。这段圣经是在约翰十五章，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夹去。所以耶稣讲，恁就常常在我的内底。我就常常在恁的内底，这句话在圣经的中间上接运用到的，就是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上接运用到这句话，总共在圣经的中间有十，约翰都有十三个经节运用到这个，点在我的内底，我就点在你的内底。所以约翰福音书是非常强调点在耶稣基督内底的一个圣经的一贯哈。那是安尼，咱即马就来问讲。到底什么叫做点在耶稣基督的内底？点在耶稣基督内底的人，就会结果子。安尼，咱就对圣经来了解，到底耶稣的讲是什么款的意思？咱就对耶稣本身所讲的，咱本身来理解哈。圣经甲咱讲，枝若无结连在葡萄树，枝若无常常在这个葡萄树，伊就未结果子。谢谢。伊讲。你若无常常伫我诶内面，嘛是安尼。亲爱兄弟姊妹，耶稣讲，这枝若无结连伫葡萄树，伊就未结果子。这个枝哈，这个枝哈，这个枝哈，基本上哈，这个枝是树啊顶，这是咱诶山啊长啊。这个山啊长落落来，我相信咱家己假设伊原本是有结果子诶山啊长山啊枝。但是这个山芽枝不管伊外无生，伊结偌侪果子，等伊若落落来时，它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连接在葡萄树，它没有连接在芒果树。过来，这枝哈，我特别咱教会迄边有种这个槟榔呢。迄槟榔啦，这个叶啊啦，打起的是打到一个程度，家己会落落来。但是当伊呢还袂高大的时候，你要甲拔落来吼，无容易哦。哦，迄槟榔的迄个叶，你要甲拔落来，一骂足硬，因为伊结连做伙，所以结连愈结连做伙的枝，你愈歹拔，表示它越健康。啊，那像这款的枝吼，其实哦，迄凊彩个压得断去啊，因为伊安怎 ？OK， 因为伊已经无生命，没有生命的，没有连接在树的枝子。你真容易就会落去，真容易个压断去，迄是真容易的代志。所以圣经甲咱讲，你着常常结连伫我。你若无结连伫我，咱看遮个金蕉也好，看遮个树丛也好，它马上就怎么样？它很容易就会怎么样被折断。所以伫这个所在，耶稣讲，恁伫我的内面，我也常常伫恁的内面。枝结连伫葡萄树的意思是啥物？枝结连伫葡萄树，就是这个枝会当得到无常的营养，会当得到无常的这个心意，会当领受无常的营养、保护甲照顾。这个就是枝连结伫葡萄树的意思，同款。用人来讲，人的身躯的手，人的身躯的脚，都爱有连结伫伊的身躯，伊的手才会振动啊。所以。脚手连接伫身躯，这个脚手会照身躯的意思去领受、去执行、去实践，有正常无？真正常。啊，那是基这个手甲脚未执行身躯的意思，安尼人讲这叫做啥？这叫做中风啦。啊，那无严重的叫做脚麻，就是讲脚手伊若无法度去执行身躯的心意。基本上，这款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那是安尼，咱即马就继续来问讲，到底得怎样人才会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拢知影，基督爱连接伫葡萄树，咱知影人得爱连接伫耶稣基督。现在问题是，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安怎样会当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哦，咱得爱先去问这个问题嘛。咱若无去问这个问题，咱拢知影。但是要怎麼連結在耶穌基督的裡面？約翰第六章第五十六節，聖經這樣跟我們說，他說什麼樣的人在我的裡面，我也在他的裡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
耶稣讲真清楚，食伊的肉、啉伊的血的人，就是点伫伊的内底。耶稣基督嘛点伫伊的内底。安尼，咱即马就问讲，啊，什么叫做食耶稣的肉？我想耶稣咧讲的口，这个肉绝对唔是咱咧讲的即款的身躯的肉。耶稣咧讲的肉是咧表示什么？耶稣咧讲的肉表示你认同、你同意、你接受、你实践耶稣基督的教示。这个叫做食伊的肉、啉伊的血，表示你甲主耶稣基督有往来，你甲主耶稣基督有建立关系，你有领受、你同意、佮实践伊的教示。安尼叫做点伫伊的内底，伊就点伫你的内底。所以，一个食啉基督的身躯，就是表示，咱有食耶稣基督的肉，佮耶稣基督的血，唔是简单圣餐的时伫遮咧讲，这是我的身躯，就你拍破的，唔是讲伫迄时阵伫食耶稣基督的身躯。迄、那个食耶稣基督的身躯，是一个人就常常甲主团结，一个人就常常甲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一个人就常常在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常常点伫你的内底。耶稣一个后生，逐礼拜拢等伊看因是大人，逐礼拜拢摕钱等伊看因是大人。毋过钱摕予是大人了后安怎？这个后生就甲是大人拢无讲话，家己伫遐咧看电视，伫遐咧拍电动玩具。伊逐礼拜拢转去啊，逐礼拜拢转去。但是另外有一个查囝，可能住较远。伊无法度逐礼拜回去，但是伊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回去一摆。但是伊若回去的时，拢会陪伴四大人伫边仔讲话。伊若有当无当，伊就伫北部不相时就会敲电话去关心伊的四大人，甲伊慰问、甲伊关心。立伟，你想倒一个甲四大人的关系较好？住较远的，住较远的这个较好啊。迄、那个逐礼拜回去的四大，这个后生。伊随望提钱转去，但是伊转去甲因老爸、甲许多人是无得互动的啊。所以伊随望逐礼拜转去，但是伊甲许多人的关系是无好的。同款，一个基督徒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当然咱来读圣经，当然咱就祈祷。但是读圣经甲祈祷无表示你甲上帝的关系较好，无表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咱要安怎样吃耶稣基督的肉甲血？意思是，咱要安怎常常想到，所以我咧讲意识介重要，一个人的意识介重要。一个若无意识的人，其实耶稣是伫你的身躯的，是伫你的生活的外面，是你来甲你教会这一点钟，你才淡薄想到耶稣尔，唔是踮伫基督的内底，就是不相识，你会去感受到，你会去领受到上帝的心意，所以。一个常常踮伫基督内底人，伊的生命会有甚物款的现象？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一个愈踮伫基督内底人，大概你会当看见伊的生命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一个常常踮伫基督内底人的生命，你一定伫伊的生命会看见甚物款的见证？你会看见伊的生命一定是一个高举上帝、荣耀上帝生命的见证。Amen。你看约翰第十章三十八节，耶稣讲：“我若行，恁纵然无信我，嘛着信这的事，互恁知个明白。爸伫我的内底，我嘛伫爸的内底。”安尼，耶稣讲这句话，意思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有信伊无？无相信哦。当时的犹太人并无相信耶稣哦，所以耶稣才甲当时的人讲：“啊，恁若无相信我，上无嘛为着我所做的代志来相信我，安尼嘛对不对？”列位。你看十四章第十一节，耶稣讲：“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嘛得因为我所做的事来信我。”安尼，咱就问讲，意思就是耶稣讲：“恁若无相信我嘛，因为我所做的事，恁就会当知影讲我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安尼对嘛？哈。对。安尼，咱即马就问讲：耶稣做甚物代志啊？耶稣做甚物代志？其实伫圣经的中间，会当看见耶稣甲咱做甚物代志。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关伫加尼的时，听见基督哦所做的事，佮走出来好无？基督所做的事又跑出来了。伊就请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啦。伊讲：迄个将来的弥赛亚是你，还是我要听候别人？亲爱兄弟姊妹，对耶稣的回答，惊死的约翰的学生
咱就会当明白到底耶稣有做甚物事。耶稣对约翰所差这两个学生，甲伊回答甚物？耶稣甲这两个学生讲：恁去，恁去，去从甚物？甲恁所听见、甲恁所看见的事，甲恁的先生约翰讲。讲恁看见甚物，听见甚物？恁看见痴迷的看见，摆脚的行路，泰戈得到清洁，臭鱼人的听见，死人搁活，送向人有福音传福音。亲爱兄弟姊妹，哪里哦？约翰十一章四十五节，遐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约耶稣所做的事，有没有所做的事又跑出来了？所以耶稣在世间有做真侪代志，这证明上帝点在伊的内底。所以一个有上帝点在伊内底的人，你会在伊的生命会当看一个某一个程度的一个共通点，就是耶稣的心上所做的事。所以对顶面这的经节，咱家归纳耶稣的印证。踮伫上帝内底，阁有上帝同在的人，通常伫伊的生命中，你会看见上帝奇妙的能力甲作为伫伊的身上。我阁讲一摆，耶稣伫甲行西的约翰回答，讲你咧问我，安尼你学生甲你讲，讲去看见我耶稣伫地面上所做的事是啥物？第位，咱来想看卖。咱在咱的生活内底，在咱服侍内底，咱用偌侪时间倒转到伫上帝面前，咱好好甲上帝求。所以我对办公室的同工，我常常甲因鼓励：，伫你要做工的代先，你需要先倒来到伫上帝面前。你用多少的时间祷告？你用多少的时间亲近神？对。别人你会当甲伊欺骗，伫上帝面前，你无法度对上帝欺骗。是你要面对神，你的灵修生活，你在神的面前，让人的信用可以转变，让上帝的国度可以发展，让人可以好好的。他说不是更多的方案，不是更多的计划，不是更多的策略，也不是遵守法规和传统，他说这都不是啦。他说真正会让人的生命，让上帝的国度发展的是什么？是在你有信心的开始，你有信心的动在，你有信心的充满，你的生命有不断的悔改认罪吗？对，我自己本身对一些领导者，对一些牧者，我常常这样说，我说今天的教会需要的不是策略，今天的教会需要的是悔改认罪。今天悔改认罪上最需要迫切的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是最需要的，是最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咱领受的是一个使命，还是咱做的是一个工作，是一个职业？这是我对最最当讲真深沉、真沉重的一个回应。所以，只有点的基督，只有连的基督的教会跟罗伯，他必会有权柄跟能力。来高举神的荣耀，这是点在基督、点在纪念的葡萄树的一个必然的生命。再来第二，纪念的葡萄树，它一定会多结果子。这不是我讲，这是圣经讲。圣经讲，我是葡萄树，你是基，常常在我内面的，我也常常在伊的内面。伊讲，这个人就多结果子。请按一下你起麦。在葡萄树的基都结果子，安尼咱请问，这个都结果子到底是结什么果子啊？什么果子？你想，敢会结苹果？敢会结荔枝？还是结葡萄？列位，葡萄基连在葡萄树，耶稣讲他就会多结果子，伊若是结苹果甲结荔枝就奇怪了。不会，一定是结葡萄。伊若无结葡萄，才是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个葡萄基是连在倒位，是连在葡萄树上嘛。所以伊连在葡萄树上，伊就未结苹果，伊就未结山药，伊就未结荔枝甲金蕉。实在的，它连接的生命的源头在哪里？所以那是安尼。耶稣说常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常在他的里面的人，他说这个人就都结果子。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来思考，
这里在网络里面很多人在解释说连接在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会多结果子，在解释那果子是什么，很多人在解释。不过我要提出一个不一样的思考，我跟我们这位来想，假设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源头，他的思想是连接在负面的，他是连接在消极的，他是连接在沮丧的，他是连接在胆怯的，他是连接在发牢骚的，弟兄姐妹，那他结出负面的果子，他结出沮丧的果子，他结出胆怯的果子，奇不奇怪？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看他连接的源头在哪里，他连接的源头都是葡萄树，一直给葡萄，他连接都是在芭拉树，他就结出芭拉，这一定是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你连接的是在负面的，当然你就结出负面的果子。倒变，一个人说出他的生命常常连接的是什么？是积极的，是愉悦的，是良善的，是冒险的，是乐观的，是积极的。我请问，这款的人的生命所结出的轨迹，那是积极，是正面，是良善的，奇不奇怪？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连接的源头的决定他结什么款的轨迹。后来，安尼咱今晚要来问，耶稣一个基督徒，自闭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是怎么样？他是活在罪的生活里面。耶稣一个基督徒，伊的思想是连接的迄个错误的价值观。耶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连接的一个错误，失去肉体的思维来的。简单来讲，他是连接在魔鬼。亲爱的亲们，那是安呢？他结出的果子是血气的果子，是纷争的果子，是魔鬼撒旦的果子，奇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所以，亲爱的亲们，安尼，咱把这个物件导入伫拄只咱所讲的讲的圣经。耶稣讲，常常伫我的内面，常常伫基督的内面。耶稣讲，我基督嘛，常常伫这个人的内面。耶稣讲，安尼，这个人就都结果子。安尼，咱来问讲，啊，到底哪安尼？耶稣咧讲，这个人就都结果子，迄、那个果子是啥物？安尼，拄只咱讲的小瓜导得出来了嘛？你若连接伫葡萄，就结葡萄嘛；你若连接伫荔枝，就结荔枝嘛。啊，你若连接伫耶稣基督，你就会结啥物？你就会结出耶稣基督的款式啦。阿门。哎，对不？阿门。咱教会有地下水，咱教会有地下水，咱教会冒自来水。最近伫请咱一个教会同工，讲拜托好心咧，你千万甲阮顺一下。因为现在那个地下泵浦坏去，现在重新又修理，不望这个地下泵浦可以，现在水资源太少，我们不望可以压火时来用地下水。我很怕你接不到去，明明写自来水，明明写自来水，但是你如果接不到去，出来是什么？地下水。地下水不用，你写自来水就跑出来自来水不呢？是看你这个自来水接什么呢？你自来水如果接不到去，接到地下水差嘛？啊！大公教会囡仔底下出去，大家拢食到地下水呢。唔是你写啥就变啥呢？是看你连接的源头在哪里。耶稣咧讲的意思是安尼。那每一个基督徒在咱的生命内底，咱有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无？你若愈点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你得愈安怎？你得愈会当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阿门。当然，咱来讲，耶稣这么完美，我哪有可能？是耶稣完美，咱无可能。活出耶稣基督完全的款式，所以咱对五分要达到一百分，咱不可能一百分，但是咱有可能七分、十三分、二十五分，咱在努力，这个叫做信用的操练呐。所以我常常咧讲，这礼拜也好，服侍也好，小组的聚会也好，只有一个目的，要互你亲像耶稣基督。互咱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互咱的生命，互咱的思维。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是亲爱兄弟姊妹。腓立比第二章第五节，保罗安尼讲：讲恁着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生操练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葡萄树里面，你就会越来越亲像耶稣基督。那不信你要看手机黏在葡萄黏在树上的用已经无声，你如果压到有黏那无黏的三日一礼拜后，我给你保证这个手机会怎么开始就孤打，开始就要死那不死了，有没有？因为他有黏那无黏，有黏那无黏，但是他如果黏在树上，这个树上也真用，手机就真用，所以他就真无声。我们的灵命在地，你有常常在思想三思上帝的法度吗？所以我看这其他的以这个世界的宗教，他们有的人会念那个佛珠，有没有？我越想感觉这真有意义呢。他在念的是念他的神啊，但是我们要怎样帮助我们常常将上帝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对，各位你要注意，当你在说坏话，当你在生气，当你在拍面相的时候，我跟你保证，你的额头回来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你都会同意，你那个时候没有连接在耶稣基督，对不对？对，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要有意识？一早起我在跟人讲，讲来，咱把酒给来，我放一个琴音给恁听。了，我讲好暂停。我讲来，你跟我讲，拄只安尼偌久的时间？有人讲一分钟，有人讲分半钟，有人讲偌久，拢约袂到啊！你要试看卖，你家等于试看卖，你约袂到啦。人对一寡物件的认知跟解读是会有错误的。结果我甲伊讲偌久，两分半钟啊！大部分拢讲一分钟啊！你看。人对物件的解读是 不准确的，所以你对自己的情绪，你若无去察觉，咱嘛无了解咱自己的光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个人越藏在基督里面，基督越藏在这人的里面，这个人得安怎？这能够都结果子。都结果子的意思就是，他就更能够活出基督生活的样式，一定是安尼。不是靠自己，是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再来第三点，当点在基督里面的人，不然在生命有见证，可以加结果子，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和思考。第三，这个人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合一。这个圣经说，我点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让他们可以完完全全怎么样合而为一。亲爱的姊妹，我相信咱拢同意，人的本性无啥爱合一，人的本性嘛无啥爱互约束，人的本性嘛无啥爱有压力哦，人的本性嘛无啥爱被要求，啊，人较爱安怎？人较爱随性，人较爱自由，人较爱放纵，人比较上较爱轻松舒适、任性。但是各位，一个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个有让耶稣基督站在他里面的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会比其他的人拥有更多合一的能力。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基督生命的内涵，耶稣是具有高度合一生命的质素。我再说一次，当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他的生命会比其他的人更合一。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生命的内涵本身就拥有一个更高度合一的元素在里面。为什么圣经这样说？说你们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耶稣如果没有合一的心，耶稣基督太有可能得成肉体。耶稣若无有合一的心，耶稣较有可能出萝卜的形象，耶稣较有可能出人的样相，耶稣较有可能定死伫十字架顶。我常常咧想讲，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当这个圣父上帝要叫这个耶稣来得成肉体的时，因两个人唔知道有猜拳无啦？我唔知啊，我常常会安尼想哦。各位，重点伫倒位？重点是在地，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
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基督已经自然就会活出上帝的心意。上帝在基督的里面，真自然基督就会跟上帝有真实的合一。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因为耶稣在那个地方，他有自己的心意，但是耶稣对上帝说，我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所以亲爱的经文，合一的前提是什么？合一的前提不是大家一致哦，没有，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就像是说平安不是没事啊，平安是有精简才有平安呢，合一是一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才有真正的，才需要有合一。对，所以这个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在我们看见克西马尼园这个真正的合一，圣经跟我们说，又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都是代名词。对圣经如果没什么了解的人，其实他们我们，我们在说话也很常常说他怎样我怎样他怎样他怎样，说到最后你的意都倒不起来，对吧？你都用意味，但是你在说什么人，所以你要把这个代名词要怎样骨体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什么？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耶稣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是什么人？文道。你呢？上帝。上帝在我耶稣的里面，啊，让他们怎样？文道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这样是在说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圣经的顶面也是把第二句给放在头前，会更加容易了解。他说因为上帝 A 有点在 B 耶稣的里面，啊 ，B 有点在 C 文道的内底，所以这个文道，这个合一，真真正正的合一。安尼意思就是，这个文道真真正正的合一，是因为谁住在他们里面 ？A， 上帝。是因为上帝，是因为 A 点在伊的内底。所以亲爱的姊妹，真正的合一，若无上帝在人的中间，不容易啊。我伫台南市。不论是长老教会，还是非长老教会，牧者常常在努力参与，努力希望会当合一，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合一，那不是真正有牺牲，无合一啦。我甲你保证，没有。所以，在这个所在，咱看见门徒他们真正的合一，是因为神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合一的条件一定要有牺牲，没有牺牲就不叫合一。基督跟上帝合一，所以耶稣基督才会卑微，才需要卑微。啊，不，耶稣是上帝啊！伊若卑微，耶稣佫爱顺服，甚至死佫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基督的顺服佮牺牲，才会带来十字架的救恩。最后，一个点伫基督内底。基督有点在伊内底的人，你会当在伊的生命内底看见这个人，在人甲人中间会有合一性无？我常常对一寡少年的牧者同工，我常常甲因讲，我讲咱伫教会做工，咱得爱去考虑到迄个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当然，唔是讲到唔对的工作对，唔是迄个意思，但是圣经甲咱讲，若会当尽量爱甲人和，和谐是真重要。人的人际关系是真重要。有足侪时阵，我看见有个人的信用、甲伊的人际关系、甲伊的表达是无一致，是无一致，而且真可惜。啊，这个就是成就咱信用的操练。所以，过来最后第四项，互人的生命点伫基督，基督点伫伊内底生命，若带来合一，若结果子，若生命有水的见证，你会看见伊的生命有啥平安。平安的反面是啥？平安的反面是恐惧、焦虑。我个人认为，一个恐惧跟焦虑的人是没有能力的，他会吃掉他的能力。他一定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对不对？啊，什么要哪有平安？这个圣经跟咱讲，我都只有讲约翰，约翰福音书讲，我在你们里面，他在我里面，有没有？上最拜有十三拜，约翰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耶稣讲。我将这一切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
里面有平安。你听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有平安。你会平安是什么意思？咱很多人都会认为平安就是没事情，有很多人会这样想啊，甚至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哦，爽缺，爽缺好的亏就是怎样，没事情做。我说那最害的，你没事情做，就是表示你最不重要。你没事情做也要找事情做，你知道吗？证明你怎样，你是有价值的啊。对。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哦，我幸福就是怎样，我幸福就是都永远没事情做。我说那是最人生上无价值的，人生有价值的是啥呐？你会当让你的生命发挥用途，甚至我捌讲过，有人讲无爱互利用，我讲我足爱互利用呢。有一种物件叫做无利用的，叫做啥？叫做垃圾啦。垃圾桶内底迄种无利用的，迄种无利用的，其他人拢无爱。即马有诶含垃圾嘛，可以当提炼伊的价值，你知影无？一个人若拢无路用的是无利用的是，你就无价值啦咧。你得爱越能够被利用咧，敢毋是？人的生命伫你的生命内底，你毋通想讲永远无代志叫做好命。你爱找代志做，所以年长的是大人，有时啊，你毋通大下拢啊服侍甲便便，你知影无？你服侍甲便便，亲像囡仔共款，服侍甲便便，这个人是无竞争力的，他是没有竞争力的。老大人嘛共款，所以有一个老大人讲。讲伊家己囡仔、伊孙仔要甲看，伊讲你免甲阿公看，阿公会使，我家己来。我要学习自立，我学习。啊，若无我打弄甲服侍便便，我就无气力啦，我就失能啦。所以，虾米叫做平安？平安毋是无代志啊，平安毋是无代志。平安是虾米？平安嘛毋是无精进，平安是对精进的中间怎么样得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在基督里面的平安不是没有事情，也不是没有征战，也不是没有恐惧。真正在基督里面的平安是有征战，是有恐惧，是有压力，但是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哦，刚才我看我们的圣歌在他唱这个诗歌，我听到很感动，我给他抄一句话起来。他说怎样？上帝做我们代代帮助，是我们的上帝，圣神永远跟我们三个地带。对，嘿，刘毅，这诗歌不是只有你唱而已，我们的圣歌在那里献诗，不是说他唱得很好听，不是的，是他唱的诗歌变得打动我们的心，对，变得吃在我们的帮助，让圣歌在唱的诗歌。所以这礼拜不是只有听牧师讲的，这礼拜是听客英文，这礼拜是听圣歌队的诗歌，听敬拜赞美的诗歌，听了后让这个话语常常放在你的心里，连接在葡萄树嘛。对，哦，上帝真做我代代的帮助呢，我的帮助不是对人来，我的帮助是对上帝来，我的子子孙孙的帮助不是靠我阿公，靠我是大人，是靠主上帝。咱有这款的观念，观念，迄个就是安那，迄个是建立一个平安真正的基础。所以的话，平安不是无代志，平安嘛不是无困难，平安嘛不是无病痛。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要按照。在困境、在死亡、在精神病痛的中间，我们要怎样得到平安？所以在六月十三的这个方墨甘泉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有在看方墨甘泉的人就知道，六月十三在这个文章里面这样说，说有两个画图家，这两个画图家他们彼此约定说要虽然画一百图来展现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做安静，什么叫做安息。因为在那个所在约定画一百图，彼此来呈现。第一个画图家，他就画一百图，意思就是说画一个很大的湖，这个湖这样风景浪平，哇，这个湖面如镜，山顶四周围的树木可以倒影在这个湖的顶面，看到这样很安静，让人觉得很宁静，感觉真平安。这是这个画图家画，但是呢，第二个画图家画一片一个真大的瀑布。伊讲画一个瀑布，啊，在这个瀑布的中间有一个树枝，这个树枝伸出去了后，这个树枝内底有一个鸟仔树，啊，这个鸟仔树的内底有一个鸟巢，甚至这个树枝阁会震动，啊，这个鸟巢阁和这个水喷甲阁拢澹去。但是这只鸟啊，在迄个树的内底，
虽然有摇动，虽然有瀑布的声音，但是伊感觉真安稳。亲爱的姊妹，这两个维多家用无同款的图，在展现什么叫做平安？各位，那我个人认为，基督徒的信仰，基督的信仰真正的平安是什么？这不是叫做平安，这叫做停滞啊！这叫做停滞，这款的停滞真脆弱。你外表看起来真静，外表看起来真安静、真平安，但是未看你一个细细的石头，给跌落去啊！细细的石头，给跌落去了，伊就开始啊起摇魂啊！伊在迄个平静的中间，未看你一个挑战，未看你一个小小的石头。所以在这个方木甘泉内底，伊安尼讲，伊讲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希望外口有交叉，希望有惊惊，希望有杂音，希望有摇动，但是伊在迄个所在，伊会当享受到伫混乱中间的平安。所以亲爱遐的姊妹，平安是甚物？基督徒的平安，唔是求上帝给你伫一个无代志平安的环境，唔是。基督徒的平安是咱伫主耶稣基督格外快乐做基础，咱相信，咱在做的事工是一个插电的事工。Amen. 咱是在做插电的事工。对。咱有连接伫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加做咱的快乐，加做咱的恩望，互咱有快乐来活出得胜的生命。Amen. 愿上帝搁一摆将这个圣经的信息通过伊的话来加做咱的帮助，也加做咱的快乐。感谢主。上帝智慧甲咱三个地带，愿咱的生命拢会当有上帝的形象伫咱内底。只是咱做回起哩，咱搁一摆用诗歌来做今仔日的回应。咱做回来吟。我主上帝，我那受就那恶鸟。你的心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心，搁听见泪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哦，上帝生命，你真伟大。
是啦，亲爱主，你是伟大的上帝，你是充满大权能的主，你拣选我，不是要让我过着一个软弱行行的日子。伟大全能的上帝，你拣选我，是要让我活出生命的盼望，让我活出生命的创意，让我勇敢面对生命的困难。在精进的中间，让我不断地经验到对你来真实的平安跟盼望。但愿主上帝稳定，甲咱在座以及网络所有兄弟姊妹三个弟弟，予咱深知，咱的盼望不是在地人，咱的盼望不是在地世界，咱的盼望是在地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归来。愿各位主盼望快乐充满伫咱的中间。搁一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大公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主啊，我搁一摆将我的病痛、将我的软弱、将我的治疗交伫主的圣手，圣神愿意站伫我的中间，亲自来医治，亲自来安慰失失的家庭，亲自来锻炼忧郁的心灵。以主耶稣基督的内底，互阮不相时经验平安。哥不相时经验到得胜到荣耀，对这点得到应世代无尽。阿门。